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12月23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11月初六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白师傅。那个2010年属虎的男孩，有人梦到他那个就是吃东西死了，你给看一下图腾。2010年属虎男孩。2010年属虎的。对。看什么？有没有结？有没有结？看看有没有结？他梦到吃东西噎死了。有啊。明年三月份。2018年3月份哈。许多少张小房子？89。89多少条鱼？嗯。多少条鱼？放生。放生多少条鱼？340条。好的，下一个83年属猪的身体，他肺部咳血了，83年属猪的女的。83年的猪是吧？对。很不好。他的肺不好啊，肺已经出问题了。他过去啊，曾经啊，肺有过问题的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啊，肺曾经有过问题的。对对对。前两天咳血了。我告诉你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告诉你，他的这个里边有东西。很麻烦。他才30多岁，很可怕。30多岁。太可怜了。十几岁还有，明白了吗？是是是，明白明白。那个他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，师傅？他要许愿700张。700张，好，多少条鱼？2000。2000条，你看他莲花15280，15280。他拜过师的。拜过师。15280。莲花还在，死不了。还在哈。好，那太好了。记住了，莲花在，死不了，明白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恭喜他。然后那个，感恩师傅，你说太好了。然后王人李永成，李永，永远的永，成功的成，2016年10月份去世。李永成，男的？啊，对，他爸。下面呢？再给他念多少张？不知道。他给他许了1000张，他念完就行吧，师傅。先念吧。许了愿太大了。好了。好好的，他们自己念，让自己背。再见，师傅，拜拜。保重，再见。拜拜。你好。喂，喂，喂，师傅，喂，师傅你好，哎呀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师傅弟子给您请安。师傅是这样子的，麻烦您，看一朵莲花可以吗？那个弟子证编号是2982。2982。对，是我妈妈。还在呢。还在身上。感恩师傅。这是弟子替我妈妈忏悔，因为我们都是2013年拜的师嘛，然后他拜完师之后没有马上发愿吃全素，只是说一个月发愿吃10天的素嘛，然后直到是今年的1月份过生日的时候，然后才许愿吃的全素。一般我讲的就是说，基本上2到3年必须要吃全素，如果是弟子，如果不吃的话，莲花会掉下来的。对对对，就是他离那个拜师就是许愿吃全素已经是4年的时间了嘛，那我就很担心，怕他那个莲花不在了，那还在真的太好了。就是你要记住啊，我跟你们讲过啊，你知道莲花多重要啊，如果没有莲花的话，你知道随时随地出点事情你可能就走人了。是的是的。
弟子就就是分享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妈妈她今年就是发现肺里面长的东西，然后医生就是说99%就是说是恶性的嘛，结果动了手术之后，然后切片切出来，然后发现是良性的，那医生当时是不相信，然后就是切了两次，发现就还是良性的，他都说我妈妈就是运气真是太好了，就是100多个人里面都碰不到这一个，他一开始就怀疑他。医生是基本上是肯定的，他说是癌症嘛，然后后来切片发现是良性的，就是菩萨保佑啊！你要莲花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莲花掉下来，他肯定就死掉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今天我还看到个新闻呢，一个20岁的母亲，刚刚20岁，啊，生了两个小 baby， 自己伤风感冒跑到医院里去，你知道吗？伤风感冒回来一天就死了。就这么简单了，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没有莲花你肯定活不长啊，不行啊。对啊，就是就是我师父一直在跟我们说，就是在四圣道上有一朵我们自己处于我们自己的莲花，对我们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就是在遇到369关节的时候，菩萨都会可以庇佑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就是非常非常的。没莲花根本不行的，没莲花死人。是的，是的。师傅，我妈妈的莲花还好吗？不好，能好吗？是因为那个，是因为太久才对呀、啊，身体上时间没有发现。他生这个都上生这个毛病嘛，就是给他的报应呀。只是这个报应被菩萨救下来了，否则的话生癌症嘛就扩散就要死人的。所以我跟你说了。你一般的，你拜了师之后3年当中你不吃的话，你过了这时间，你像你妈妈这种，所以特例，可能你给她过功德的，我想。弟子是那个已经是13年就已经发愿吃常素了，现在你给她功德不啦？你妈妈这是生病，你给她开法会的功德了不啦？这次。就是弟子是带我们全家去开过法会。嗯，好了，好好努力了，死了就死了，记住了，不是人家家里会发生，你家里就不会发生啊，明白了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今年也是他的，就是59岁，也算是一个关节嘛，我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劫。对啊，师傅可以帮弟子看一下莲花吗？我是2945的编号。你的在啊？我就是上一次师父说我的莲花是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边上，现在还在那个位置吗？在啊。那我的莲花还好吗？你好好修嘛就好了，怎么会掉下来啊？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。你再不好好修的话，忧郁症听不懂啊。因为我太久没有打通师父电话，我对师父非常的想念，因为人间的种种原因。记住了，要好好的，要想念师父的话，就好好看白话佛法，听不懂吗？还有最后请问师父，那个弟子现在就是外环境不是很好吗？想要换，就是换一个工作。您看我，您看我这个。我说三个地点，师傅，请您帮我看一下哪个地点对师傅的对弟子的那个未来的发展比较好。一个是舟山，一个是宁波，一个是杭州，您看一下吧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我是80年属牛的。舟山呀、啊。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不能再看了。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身体，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啊，师傅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莲花，22127，男的。22127。他在槟城，2016年拜师的。22127。小波嘞？还在。还在呀、啊，好、师傅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19237，2016年新加坡拜师的。女的是吧？啊，是的。
哦，非常好。他这朵莲花比刚刚前面那朵莲花好很多。嗯。啊，感恩师傅。嗯。还有12055，2015年槟城拜师的。12055。啊，这个不好啊，这个莲花不好，掉下。这莲花还在吗？掉下来了，嗯。啊，莲花掉下来了。嗯，掉在不好的地方，阿修罗道。师傅，什么原因啊？等等啊。感恩师傅。把懈怠过。懈怠。懈怠过。嗯，还有一个是懈怠过，还有。劝人的时候，有一次劝人讲到啊，人家要离婚的事情，他背业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嗯，哦，好，师傅，师傅，请问12055的这位，他的业障比例多少啊？很厉害。业障很重啊，哎呦，重得不得了，42。42。嗯。他的业障集中在哪里呀、啊？腰啊、腿啊都有，肾脏。腰跟腿。肾脏也不好。腰腿肾脏。嗯。那师傅1205的业那个1205的莲花还是在天上是吧？阿修罗呀。嗯。阿修罗是属于在天上吗？阿修罗很快就会掉下来了，现在正在掉。那他应该怎么样做啊？正在怎么样做嘛？最好师父哪一次拜师的时候在门口呀，狂念求观世音菩萨说把我莲花再摘上去啊，而且要许大愿，要许大愿，已经有5个人重新摘上去了，他们就在门口就这么念念念，护法神和龙天护法他们都会帮助的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嗯，好了。啊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哎，真的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莲花多重要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对不起。喂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请讲吧。喂。啊，请讲。喂。喂。师傅、啊，你好。哎、啊。喂，请帮我看一下1966年的属马的，好吧，身体好吧。1966年属马的。是我自己本人。啊，腰不好，嗯。是的，腰不好。啊，还有啊，最近啊，鼻子啊，鼻子这里啊，喉咙、咽喉这个地方不好，咳嗽，嗯。是的，喉咙嘛，他们说检查出来说是。嗯，有什么好像甲亢有吧？对，就在喉咙这个地方。有点甲亢。嗯，有灵性。嗯。有灵性是吧？嗯，还有。哦。还有要注意啊，这个关节也不好，脚发冷。是的，关节也不好。脚发冷啊，手脚发冷、啊。脚发冷、嗯，手脚都发冷，对对。对对对。你要好好的念经啊。你这个人呢？我是的，我今你是的，是的，你要我身体不太好，身体不太好更要念，听不懂啊？我在念的，我还去念，反正除了上班时间，基本上都在念经。嗯，你好，你念经是念经啊，你心啊杂念太多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好像是的。嗯、你好像的、你是肯定的。你不要乱想，肯定肯定，不要乱想，老是走神。对呀、啊，念那就忘记了，念，好像脑子里面在想其他，嘴巴里面在念这个经，这效果不好。嗯嗯，明白了吗？对，效果不好。嗯。我已经念了大概是273章，已经念完了。估计这个小房子烧是烧的呀。烧是烧，就是可能是罪业不重，但是问题质量不好，质量有点问题啊，嗯。哦。还有啊，血液不好，血液不好。血液也不好。嗯，睡觉浑身无力，嗯。
是的，是的。记性不好，我那个记性不好。学业，我现在这个身上都是发出来，背上都是痒的嘞。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啦？这不是血液啊？是的。这还不懂啊？是的，是的。我告诉你为什么知道吗？为什么吃的海鲜太多了？过去。对对对。对。我以前海鲜是吃的很多。要赶快了，要念往生咒。我现在念108遍往生咒。赶快念，多念一点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再帮我看看，好吧？我其他毛病还有啊。你其他毛病吗？胃呀、肠胃不好呀。肠胃也不好啊。我浑身，我浑身都是毛病，对啊、肠胃也不好。你除了这个嘴巴蛮灵活的，其他都不怎么样。嘴巴其实也很笨的。这个人真的。耳朵没有很小，身体这么虚，我还都看见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是的。是的，那还有嘞，我那个肺也不好哎。肺。等等啊。肺部还开了刀。对呀、看到了。一个小口子不算太大，半个虎口，比半个虎口，现在我说的像半个虎口这么大，就是，好像有点像各种肺癌微小浸润，医生说，对，我看看啊，我帮你看看现在扩散没扩散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6年属马的。没事，肺这里没事了。没事。嘴巴不要乱讲，嘴巴不要乱讲，好吧？你以后嘴巴有时候心直口快，以为恶意倒没有的，恶意倒没有，这就叫找理由。什么叫嘴巴不该讲的不能讲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找理由不对。还有啊，还有要记住啊，还有下你要记住，你以后你会生痔疮的，你的痔疮不好啊。我的痔疮已经开过刀了。看见了不啦？是的呀。师傅厉害不啦？师傅厉害，我天天在听你好好的录音，好好学白话佛法，好好学，好吗？是的。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嘞，身上不舒服，妇科也不好，你帮我看看。对，我就刚刚想讲这个。妇科一直不好，里边有子宫肌瘤。对，子宫肌瘤。还有一个巧克力囊肿。对。师傅，你说我要开刀吧？在右面。是的，右师傅真的很厉害的呢。我是右面呀，巧克力囊肿啊。对呀，看到了呀。大不是太大，大不是太大、但是呢，有时候经常会让你尿频尿急呀、小便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肾脏也是不好，尿频尿急，有时候还憋不住。看看你要不要动手术啊？谢谢师傅。可能要动的，可能要动的，可能要动，可能啊。你就是那个巧克力是吧？巧克力囊肿。对对，可能要动，它在长大。你现在？我是的，我一阵一阵的，所以说我打了好长时间师傅的电话了。你现在有一个观世音菩萨，你现在有一个方法，你看看看菩萨会不会到你梦里来帮你拿掉。表面上菩萨帮你，只要帮你一拿掉之后呢，你开始的时候还在，但是慢慢它就会萎缩，缩小，越缩越小，然后呢，你不能吃热性的东西，要多吃点凉性的东西。明白吗？多吃点凉性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你帮我看看，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啊？几几年属什么呢？66年马。白的，白的是吧？谢谢。你的腰不好，腰不好，
哎呀，我的腰是不好，我浑身都是不好，这个身体都是虚的。我这个人，我以前真的很愚痴，做错了很多事，幸亏遇到了师傅，我肯定好好修的啊，师傅。我虽然没拜师，学念经念了半年不到，将近半年了。好好念经啦，这你要不靠菩萨的话，你就麻烦了，出大事了。是的，好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的，是的是的。啊，师傅，好的，谢谢师傅啊，再见。啊，好，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师傅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师傅吗？请讲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昨天呢？昨天我在佛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是七一年属猪的。七一年属猪的。嗯。想问什么？讲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我昨天的佛台呢？我昨天发梦，我看到师傅一起来了，佛台呢，那个花灯呢，跟那油灯走位了，花灯就掉下来了，是什么原因？我看看啊。啊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油灯罩子掉下来了是吧？没有，就是好像那个花是不是水干了，花灯就掉下来，是不是那花打的也都是走位了？我平时上香呢，就昨天晚上有事就上香五分钟，就跟菩萨说我有事出事了，是不是在这里闹就搞了这事，还是真的花灯那个水干了，花太重了掉了，是什么？我真的就感觉很不舒服，就打通电话，真的感恩菩萨。好，家里佛台来灵性了，念这样吧，21张小房子可以了。师傅，我定了师兄的25号，就是说想供心灵法门的一套的，就是说南京菩萨、太岁菩萨，还有那个观地菩萨一起供，还是等另外小房子才供呢？一起供，赶快供。你供了，赶快供的。你赶快供，供了没关系的，我们菩萨会去的。一边一边供，一边念小房子，可以是吗？可以。感恩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哇，真的很开心的，上次真的很紧张，对不起师傅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爸我妈问一下我他的儿子，79年属羊的。你妈的儿子。不就是你的兄弟啊？是啊，我不敢说，我怕你骂我。是我的意思，我是我小弟，属羊的，79年。想问什么啦？他因为我妈也在念中，我的小弟呢，就是说精神病20几年了，是什么原因？我妈是想知道，就是我是度我妈念经的，但是灵性，不是说一个灵性。一个灵性，一个灵性的，是一个男的。他要的小红书要多少呢？跟很多。你们现在我妈，你是不是现在给他多少张了啦？他100张了，他许愿1年半800张，但是还没圆。太慢了。现在200多张。太慢了。太慢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他帮两个嘛。开玩笑了，太慢了。小房子。小房子叫佛友帮他帮帮他忙吧，以后再还佛友们就好了。叫佛友帮平时不出来，就平时不出来做功德的佛友都不认识，很多人在观音堂里一直在服务，人家都认识他，他有事的时候大家都一人几张帮助他，都是这样的，凭什么不出来不做功德？对对对，谁认识他？要一下子要小小房子的时候，谁怎么拿得出来啊？就是我，不就你吗？但是我知道，但是我经常是，但是我妈念经的质量可以吗，师傅？不知道，不经常，不经常好好的出来做功德的话，不出来连拜菩萨都不常出来的话，你怎么有功德？你告诉我呀。
哦，好好，对不起，我听我说，我说了，我说他老人家真的很难说，师傅你这样子很难说，说的我都头痛了，经常说，用不着叫他的，你要帮他背，你就帮他背一点嘛就好了。我都很难的，师傅，我的儿子，我上次也是这样，我的儿子13岁没说话，我都背了，我都怕了，你都说当时的是我真的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业障很重，有时候逃都逃不掉。我现在帮都不上，一直在家里念经，也就是说在渡人，也是想还债啊，师傅，我知道，我一定努力，我天天学佛账，我一定努力，我一定改好，我都知道。欠了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还的时候就累，所以一个人不要欠人家太多，上辈子。知道上辈子这辈子我都懂了，但是我的佛台上才说了小房子，其他的没事的，师傅哈。没事，好了，好好念经吧。啊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菩萨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台长你好。你好。问一个我。请讲吧。1998年。叫什么名字？姓陈。叫陈。陈什么？打的雅。陈。奇，王字旁一个奇怪的奇。啊，陈雅奇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陈雅奇，98年过世的是吧？哎。98年，陈雅奇。你给他念多少小房子了？起码超过300-400张左右了。陈雅琪，哦，他走的时候他有很多放不下。哦，非常不好。我不在身边。啊，他非常不好，受了很多苦的。嗯，非常苦。他走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讲，都讲不出来了。脑溢血。对啦，讲不出话了呀。嗯，哦，这样的。啊，昏迷了呀，脑溢血嘛就是昏迷呀，中风呀。嗯。现在在阿修罗。嗯。在阿修罗啊。嗯，被你念到阿修罗。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嗯。我还继续给他念的。继续念嘛，师傅，我再问一个，把他推上去一点嘛。嗯。对，好。嗯。师傅，我再问一个法师。嗯，43年的属鸡的，他有一个眼睛不好，我忘记了是左眼还是右眼了。43年，时间太长了没打通过。白内障，是白内障哦。嗯，没问题的。哦，他说以前做那个，那白内障他可以开手术，可以治好的哦，可以动手术的。哦，可以的哦。他的眼底，啊、他这方面眼底混浊的不得了、哦，他的眼底非常混浊。哦，嗯。但是哦，我们不知道人看不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看得出来啊？他自己看出就混浊呀。嗯。哦，那他在出家之前有吃了很多海鲜，活的。他是半路出家、啊，你去问他好了。是的，我知道的。50多岁才。好了，知道嘛就好了。他小的时候做了很多黑鱼。嗯，好了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嗯嗯。年幼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，是这样，这种。对呀、啊。因为业障比较重。业障比较重的，你要叫他，叫他好好的念礼佛、嗯，他礼佛念的太少了。他好像不大做功课，但做了很多人。自己也念小房子，对呀、啊，这几年我没问他。渡人们要自度渡人的呀，自己也要好的呀，自己不好怎么救人呢、啊？对不对呀、啊？是，好了，师傅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蓝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呀，跳掉了。电话跳掉了，跳掉了，他还不挂，所以人家就打不进来了。哎，在这个社会当中活着，你要看到光明啊，
哦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说佛光没有普照你啊，阳光天天有，你把窗户全部封住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太阳没有吗？你自己不把窗户打开，你怎么看得到太阳啊？啊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这个太阳它天天有的，只是你没有去把自己的心门打开，让阳光照进你的心怀，没有让你啊看到阳光，是你自己没有看到，而不是阳光没有，所以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。喂，喂，不讲话是吧？好了。不讲话就不讲了，因为很多人很难拨进来，他们就是放在一个自动拨号，所以拨通了他们也没看见，一边干其他的工作一边嘛就拨通了嘛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师父在这里喂喂喂拼命的叫，没办法，一切随缘啊，我反正趁一切时间啊，跟大家多讲点佛法，多讲点啊，怎么样能够理解人生啊？怎么样能够啊这个出口啊就是莲花啊？所以学佛人啊，有时候越学会越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境界高了，他怕的呢不敢做坏事了，嘴巴不敢乱讲了。所以你看律师他会乱讲话吗？他懂得法律啊，而我们人不懂啊，所以很多人被人家最后告了诽谤，好了他不知道，哎呀讲讲话都会犯罪的，对呀、啊、讲话都会犯罪啊，所以要守戒律啊，学佛人怎么守戒律啊？守了戒律你才能增长福德啊。Hello?你好，哎，你好啊，师傅你好。嗯。哎，啊，弟子向你请安，但是啊，师傅你等一等啊，有同学想问你东西。嗯。嗯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师傅好。啊。啊，弟子跟师傅请安。弟子申请呢，想问师傅一下，这个帮我看一下我的图腾。啊。1956年。嗯。的女的，属猴的，是我本人的。你五六年生的，你怎么讲话这么嗲啦？哎，不好意思哈、啊，真的声音会误会的，会让你误会我的年龄。嗯，误会了。五六年属什么呢？属猴的。五六年属猴的，你想看什么讲吗？看到了。我想看一下我的图腾颜色。图腾颜色。偏嗯偏淡颜色，有点点黄，嗯啊、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啊、这个菩萨会不会你家佛台好像还有其他的供的神嘛啊、只是我们之前不是是分开了的，是对拜了20多年分开了，分开了了，嗯嗯。分开了也看得到啊，家里倒蛮漂亮的，弄得来干干净净。你这个人有洁癖的，有洁癖哈。好，那在菩萨来吗？菩萨来过啊，是我们的菩萨来啊。啊，对，太好了，感恩菩，感恩师傅。那个香油打卷，好，谢谢，对，师傅再麻烦看一下哈、地址陈景这个的身体是状况怎么样？胃不好，肠胃。啊、太好了，师傅、真的是。还有啊，颈椎不舒服，脖子。脖子对对，谢谢。还有啊，记性一塌糊涂，记性不好。哎呦，太对了。还有睡眠不好，睡眠。啊，对对对，手脚有点冷，对，太对了，谢谢师傅。再想问一下我的母亲啊、她是2006年
这个12月7号往生的。你念经了没有啊？啊？你念经了没有啊？我念经了，念经几年了？吃纯素几年了？啊、我是台长的弟子哎。啊、谢谢台长。台长弟子、啊。我想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母亲现在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许，许多的许，宝贵的宝，英雄的英。许宝英啊。啊，对，他属老鼠的。许宝英，我看看啊，什么时候过世的？2006年12月7号。嗯，好的，蛮好。嗯，已经在欲界天了。嗯啊，太好了，真的很开心哈、啊，在欲界天哈、啊嗯。你妈妈，那我你妈妈个子不高的，个子不高。对。哎、对对对。对。眼睛这里有一块骨头有点凸出来，上眼帘的地方。嗯，是是是，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对 了，谢谢师傅、嗯。我，嗯哼，嗯哼，那还有一个师傅，我的那个，几年的？81年，80年男生属猴的，帮忙看一下。想看什么啦？师傅，想看一下他的这个身体状况。脑子有点问题。啊啊好啊，要叫他好好的、给他小房子好好的多念身体、身体、我告诉你骨头有点小问题，骨头骨头有问题，经常会抽筋明白了吗？不大喜欢讲话，人倒是一个好孩子，蛮听话的好孩子。嗯，对对对，好了啊，那在他那个有那个脸上有那个白丁生，对呀、灵性啊，灵性啊，灵性是吗？啊，嗯，就是他妈妈在他怀孕的时候每天要吃鱼。哦，妈妈怀孕他的时候吃很多鱼是吗？嗯，好，好，那师傅我忘记问了，这帮弟子问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。在、哦、在你的腰上，嗯，在我的腰上，赶快念69张小房子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再见再见，嗯，好了、好了，那刚才我可不可以最后一个，刚才这个属猴的男的，这个80年的这个，他要念多少张的小房子？他已经念了几百张了，再念67张。再念67章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。好，谢谢，感恩师傅。叫他放生了。叫他放放生，好吧。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。